病毒帶源者而毫不知情的。這種高危險的癌症就是肝癌。慶幸的是，如果能及早發現，肝癌是可能治癒的。所以我都叫我的病人盡快去做 B 型肝炎檢查。如果你帶有病毒，切記每六個月就要做一次肝癌檢查。記住，如果提早發現，肝癌是可能治癒的。今日就聯絡醫生，維護你同家人的健康。上 Liver and Life 活動網站，深入了解肝癌與相關社區活動，並註冊免費肝癌檢查通知服務。Option, 汽車大拍賣，風雨不改，每個月第一個星期六上晝九點開始，超過300部以上，不同款式、不同種類，歐洲、日本名車大拍賣，歡迎叫價。要買最物超所值嘅名車，又想以最好嘅價錢買到最好嘅車，請即致電8888493956，或於12月4日早上九點莅臨執行6438 CLY Car 汽車大拍賣。觸動人心嘅信息，經常營繞身邊，送俾家人自己一個將關懷升級嘅信號。選擇 Horizon 三層設備，好似有高清攝錄嘅 Fastly， 全球首部有專用滾動屏幕嘅手機 Continuum， 或者支援 Flash 嘅 Galaxy Tab。因為至尊三層 M